夫人，请登船吧，请。 渡过黄河，便是河北地界，与兄长相见，怎不让人感慨万千？一别续唱，挂印封金，过关斩将。 只为寻兄而去，得见兄长一面。关云长，万死不辞。 徐州漂泊汝南，幸得刘辟收留，前往往河北结交袁绍，请玄德共谋破曹之计。不想袁绍部将谋士互相妒忌，各自争权。袁绍多疑，主意不定。我与皇叔商议，先求脱身之计。 夫人，一向安好。嫂嫂，莫要悲伤。皇叔已在汝南，不日便可相会。若我二叔一路护送，我二人今生皆不再见皇叔之日矣。 来者又是何人？欢迎收到。孙先生，你护车长先行一步，这里由我应付。待我处置停当，即可赶来。
路来赶我，又是丞相大度。丞相并无明文传报，如余禄杀人，又斩我部将，无礼太甚，今特来擒你，现与丞相发落。哼哼哼，哼哼，丞相有言在先，日后若有杀伐之事，不许禀问，授官将校生吃拦截。 我再三好言相告，无奈不动干戈便过不得关去，只得杀之。误杀别将，我不多问。亲戚乃我手下，又是好友蔡阳的外甥，我岂能甘休？将军不可以远尝江山。丞相敬爱关将军忠义，严禄关爱兰祖，特遣我带来放行文书，遍传各处。关羽沿路闯关杀将，丞相可知否？ 卑职，既如此，待我活捉关羽，让丞相亲手发落。匹夫出言狂妄，今日定与你见个高低。杀！将军住手！将军住手！ 将军住手！可是传丞相之令，让我捉拿关羽。不是，丞相放心不下，让我再传文书，令沿路关隘不得拦阻关将军。丞相知其余路杀人否？未知。既未知杀人，哼，不可放行。上。这。 将军屡屡无视丞相，如此纠缠，莫不是因为我杀了秦琪？来此专为了结私怨的，是又如何？如此，关羽便不再顾忌杀了丞相的爱将，有何不妥了？云长且慢。 云长且慢！云长且慢！奉丞相军旨，闻知云长闯关杀将，恐余禄有阻，特差我来传谕各处关隘，任便放行。哼，秦琪是蔡阳外甥，他将秦琪托付于我，竟被关羽所杀，我怎能甘休？我见蔡将军自有分解。 既然丞相大度，令放云长，我等不可废丞相之意。有朝一日，定于汝疆场再见。这。云长。 近日何往？唉，兄长不知在何处，既未知玄德下落，且再回见丞相若何？安有此理。文远，一路多有冒犯，还望回去在丞相面前代为云长谢罪呀。 云长，云长。
留下兵器，何处狂徒？胆敢拦我车马！我克之气，快快留下马匹！哈哈哈哈！原来是夺马的鼠贼呀！住口！给我上！上！赶紧下马！留下兵器！留下兵器！快下来！下马！袁绍，切莫动手啊！我等险些犯下天杀之罪！你怎么？ 周仓拜见关将军。关将军呐，哪里跑？此人今早来报，说有一客骑千里马在其父庄中投宿，特邀我等来劫夺此马，不想。 却遇将军，此乃英雄关云长啊！我等能与此巧遇，实属三商有幸啊！关将军，关将军，尔等未见我面，何以知我名？将军当年以刘皇叔、张翼德在安喜鞭打督邮，朝廷曾四处画影缉拿，从那时就牢牢记住将军的尊荣。 一直渴求一见，不想再次相遇。尔等都起来吧。谢关将军，不是说你。哼！我独行千里，护扫群凶，权杖此马，汝乃何人？ 竟敢暗中算计！慢，看其父母之面，欠饶他一命。滚！回来！今方而回去，不得再与昨夜那帮酒徒鬼混。好生孝敬父母。滚！谢将军。 将军，周仓仰慕将军大名已久啊，今幸得见，大为平生。周仓愿追随将军左右，早晚执鞭，牵马坠镫，死亦甘心呐、啊。将军，壮士，快请起。 关将军，请上马！上马！关将军，请上马！关将军，请上马！ 前面是何处地界呀？前面十里乃是古城。哦，我等加紧赶路，到古城再行。好，进。敢问行路人可是官家？哦，此话何意啊？前些日子有一好汉自山上下来，遇到城中去借粮，县官不借。 好汉一怒夺了官印，占住城池，赶走了县官。此人在城中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拉起了三五千人马，远近无人敢敌。客官，可知此人名姓啊？姓张，名飞。张飞。嫂嫂，嫂嫂，三弟一。
想打什么兵器啊？将军随便，最好是青龙偃月，就像关将军用的那种。 公佑，果然是义德，义德，孙先生，孙先生，我大哥可有消息？皇叔之事，容我慢慢细说。献云长正陪着二位嫂嫂朝古城而来，义德还不快出城去迎？ 三弟，难道忘了桃园结义了吗？汝即无义，还有何面目来与我相见？我如何无义？汝背了兄长，降了曹操，封侯赐爵，竟又来转我，我绝与汝拼个死活！三弟，三弟，有所不知，我一时难说清楚。现在放着二位嫂嫂在此。 贤弟，不妨去问。三叔，三叔何故如此？嫂嫂先坐着，且看我杀了这妇女之人，然后再请嫂嫂入城不迟。啊！三叔，二叔因不知您语，皇叔下落，不得已暂时栖身曹营。如今知皇叔在汝南，特不避险阻，一路护送我们到此。 三叔休错怪了他。哎，嫂嫂休要被他瞒过。忠臣宁死而不辱，大丈夫岂有事二主之理？贤弟。 去杀我也！哎，嗨！义德，义德，义德，义。
你得呀，云长客来寻辱啊！为何如也胡说？他哪有什么好心？分明是来捉我。我若捉汝，须带军马来。 那不是骏马是什么？汝还敢知吾吗？哼！看我斩此来将，以表真心。 关将军真是不减当年呐！哎，哪里哪里！来，请。张将军无一日不在思念皇叔和将军，常于梦中惊叫二位哥哥而醒。近日见面，却险些要了二哥的命啊！那也不假。 平日张将军不许我们提将军的名字，一提就咬牙切齿，跺脚抡拳呐。嗯，一得心如明镜，嫉恶如仇，可敬，可敬啊！今日若是拼个你死我活，那二叔又该怎么说呢？嫂嫂，嫂嫂，二哥，快看！ 谁来了？哦，米先生，兄长，尽我兄弟团聚，只差大哥一人，明日就去汝南寻找大哥。哎，我们来时听说主公见到刘辟，公度兵马甚少，又往袁绍处商议去了。哦，这。 周仓，在。陪袁绍处有多少人马？约有四五百。我抄近路去寻兄长，如何往卧牛山招一支人马从大陆借来？是，叫。有此故城。
便是我等安身之处，不可轻弃。我与孙先生同往，寻见兄长来此相会，先帝留下，坚守此城。嗯，好。二哥放心，去便回。 前面便是河北地界，将军未可侵入，只在此间寻地方暂歇。待我先入见皇叔，再做商议。公有速去速归，莫让关羽久等。 如此急切欲见云长，何不明日就去见袁绍，只说要往荆州劝说刘表共破曹操，袁绍应允，主公便可乘机脱身了。此计甚好，但不知简公能否随我同去？主公不必担忧，简雍自有脱身之计。 今晚又是一个难熬的长夜。刘景升镇守荆襄九郡，兵精粮足，应与他相约，共破曹操。 我曾遣使约其公曹，无奈刘表不肯相从啊！此人与我同宗，若我去睡相，必无推阻之力。哦，若约刘表一同攻曹，胜刘辟多矣。玄德公，可即往睡之。如此。 备于今日便往。嗯。近闻云长已离开了曹操，欲来河北，我必杀之，以雪颜良文丑之恨。明公前说御用云长，我故去书招他，为何？ 今有欲杀之，且颜良文丑比之二路，云长乃一虎也。失二路而得一虎，何恨之有啊？我实爱云长，故戏言耳。哦，玄德公，可再使人召之，令其速来啊！明公，北冀遣孙乾召云长速来。 告辞。好。此人一去，必不返也。嗯。关将军。
关将军，关将军，副区让我们送水来了。将军在这里站的太久了，请披上这件锦袍。哎，将军快看！是他们，可把大哥派来了！二弟！ 二弟，大哥，二弟，大哥，我们这一别真是太久了。平儿，快来参见你伯父。 关定庄收的义子关平，伯父，孩儿拜见伯父。伯父。 参拜见关将军，我前汝到山寨联络裴延绍为何如此？将军，我未至卧牛山之前，先有一将单骑而来，与裴延绍交锋，只一合便刺死裴延绍，占领了山寨。我到山寨招呼人马时，只有这几个赶过来呀。哼，愚者惧怕，不敢擅离。我与那将交战，被他连胜数次。 身中三枪，此人怎生模样？姓甚名谁？极其雄壮，不知姓名。哼哼，竟有如此强人！汝在前引路，待我会会他。是。 强徒，快快出来！今日定见死活！将军，就是他。 何以至此？自别使君后，不想公孙瓒不听人言，以致兵败自焚。袁绍屡次招我去，我未投他。今闻使君在袁绍处，几番欲来相投，又怕袁绍见怪，因此四海飘零。前日偶过此处，正遇裴袁绍下山欲夺王马匹，被我所杀，才得以借此安身。今日遇见使君。 真乃是喜出望外啊！今日相遇，真乃天意也。云奔走四方，择主而事，未有如使君者，今得相随，大为平生，遂肝脑涂地，亦心甘情愿。
春风得意之音，桃